哎，小罗，我们以前见过没有？专家楼，图书馆。你是晕倒了一姑娘，那个郑秋冬是你男朋友？不是，那时候他非常想认识你，苦于没有机会，求着让我去帮他。他这么急于认识我，什么目的？他说那是绝密，担心稍有不慎会伤害到你。曲局长，一个过去犯过错误的人，现在真心想要做些正经事，真心想做，不然他不会这么痛苦。您大可以原谅他一回。